新征程上，我们要始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。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，我们历来主张人类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世界各国人民来把握和决定。只要共行天下大道，各国就能够和睦相处，合作共赢，携手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。我们将同各国人民一道，弘扬和平、发展、公平、正义、民主、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，维护世界和平，促进世界发展，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。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不懈努力，我们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。现在，中国经济韧性强，潜力足，回旋余地广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。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，我们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，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，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。